那我们接着上第一段。Hannah Schoepfer Singer, a religious activist and former parliament member from Switzerland, has devoted her life to helping women and other ignored members of society. 好，他这边说 Hannah 呢，她是一个宗教的这个行动分子，还是我们的前议员，就是瑞士的前议员。她呢，奉献呢她的生命呢，来帮助女性。跟其他 ignore the members 这个 ignore 这是忽略哈，被忽略的社会上被忽略的成员。好，所以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 ignore 在这边当成形容词，那它的动词 ignore 就是忽视、忽略、无视。好，同学可以把它写上去。好，那再来我们回到前面。再帮大家看一下重点，所以呢，这个他说 Hannah 这个动词，好，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逗号中间呢、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同位语，补充说明我们 Hannah 她的这个身份。好，当然在动词在后面，好，所以 Hannah has devoted her life to 这个是我们的动词，所以呢，她呢奉献她的生命呢，在帮助女性。好，所以 devote 帮大家复习一下，好，devote oneself 或者 devote one's life to doing something 这个片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 to 是介系词 to，所以我后面呢我们要加上是一个动名词。好，那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actively involved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she served as a school pastor in her early career path. 他说呢，再来我们继续往下，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overcome adversity and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他说呢，他非常积极的参与社区的活动。She served 这个 she 单词就是我们的 Hannah 哈，她就是我们学校的牧师，在他们早期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而且呢，她鼓励年轻人可以克服生命当中的困境来。达到就是发挥他们是生命当中的潜能。好，那看一下这个句子的句型。好，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句话的第一句，它基本上呢，actively involved 的这个句子，它并没有我们的主词，对不对？好，但是我们这边 involved 呢，它是我们的 VPP。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呢，其实它是我们的分词构句，好，省略主词相同的分词构句。好，那这句话还原呢，其实可以换成 while Hannah。Was actively involved in，好，他呢非常积极的参与社区的活动，好，同时呢，他早期也是学校的牧师，而且呢，encouraging 这边也是一样，另外一个分词构句哦，好，还原之后变成 and she encouraged young people，哦，鼓励年轻人，encoura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鼓励某人做某事。好，那再来 reach potential 哦，就是达到，就是发挥潜能，好，发挥能力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往下。A firm belief in equality and fairness for all led her to later enter politics to challenge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on women. 他很坚定的，这边的 firm 是表示坚定的信念啊，believing something 对于什么事情的信念，对于公平啊，equality and fairness 都是公平平等，哦，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呢，他坚定的这样的信念，让他稍后进入呢政治界啊，lea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就是使得某人做某一件事情，带领某人做这件事情，大家进入政治界来挑战极限制啊，the limitations 挑战这样的限制，诶，什么限制呢？好，所以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形容词片语，好，还原之后变成 the limitations which。are imposed on women，这些的限制呢是被强加在女性身上。好，所以这 impose 是被动式哦，be imposed 好，什么东西被强加在某人身上，介系词用。好，接下来继续往下看。In 1971, Hannah made history by becoming one of the first women elected to the Swiss Parliament.
他说呢，在1971年的时候呢，Hannah 创造历史，怎么创造历史？借由成为这个议员啊，议会被选举出来的议员呢，哦，然后就是一份子来创造历史。然后当然，她当时是第一位进入国会议员的女性。好，再来我们继续，That shook the convention and reshape the women's roles in society 这件事情，这个 that 哈、哦，这件事情是什么？that 指的是什么？that 就是它，就是变成，然、哦、后就是瑞士里面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件事情，震惊了当时的传统哦，convention 是传统，而且重塑了 reshape，shape 就是雕塑，对不对？重塑哦，read again 的意思，重塑了女性当时在社会上的的角色。OK，好，这是我们第一段，同学可以看一下 paragraph one 这边哈，paragraph on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e story。Hannah Shaffer Singer 哈，第一段呢就是简单的介绍我们这一课主要的主角，没错，他在第一行就开门见山的讲了 Hannah 这个人，然后她做的事情哈，她是我们这个她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第一位好，第一位被选进去国会议员的女性，好，然后她力求就是公平好，平等，然后呢帮这些帮女性啊，或者是被社会上被忽略的这些分子呢，好发声，好，这是我们第一段的重点。